这项月顶文化合作意向书的签约仪式，由着南昆新大天府的董事长王仁清、总干事侯贤训、甲政修科大校长龚瑞章等人签署完成。校长龚瑞章表示，政修科大月顶团队成立五年外，加着传统月顶甲创新的课程，积极推动传统月顶文化，亲受着外界肯定。就第二年，他们就表现非常杰出。获得全国大专校院的这个舞蹈比赛的第一名，而且连续多次获得冠军。那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杰出表现，经常呢受到各单位节庆的一些邀请，包括高雄的灯会啦，还有很多大型的这些活动。总干事侯贤训表示，南昆新大天府看到政府推广有形无形的文化资产。传统家庭的传承，透过甲政修科大的结盟，和家庭团队展现创意的民俗技艺，增加一处展演的平台。啊，咱嘛讲提供这个舞台，给遐学生啊有一个舞台通表演啦，吼，这是一方面啦，吼。啊，一方面，吼，因为咱庙林吼收藏真济文物啦，啊，政修大学伊有这个古迹维修吼、古物维修的这个科系啦，吼，所以讲闽江。咱保存的物件，若有缺失，要搁再收藏的时吼，嘛再透过这个平台吼，来为咱来征收这物件啦。双方在签署合作之后，昆新王平安盐制主办单位、昆嘉南管理处甲南昆新大天府，将邀请政修科大夜灯团队参与今年的昆新王平安盐制开幕的表演。咱的新闻台新妇帮忙采访报道。